们是 NOI。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排球少年快闪店，要来做什么呢？要来做街访。想必会来这个大店的朋友们都是排球少年的忠实铁粉，没错，忠实观众。那我们今天主要问大家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你最喜欢排球少年哪一个角色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？第二个问题就是排球少年中有没有一场比赛或者一句台词、一个场面啊，令你印象深刻？那宝荣，你最喜欢的角色是？我最喜欢的角色应该不用我讲，大家都知道火拳艾斯嘛。那已经不是一个名字了，谢谢。是黑尾，所以我喜欢黑尾。那九呢？我比较喜欢天童爵，因为他就是一个怪里怪气的角色嘛。我自己喜欢一些就是角色那个形象那个调怪怪，就像猎人西索那种感觉。篮网天才。对，篮网天才。OK 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废话不说，马上去问大家这两个问题吧。Go。我喜欢那个金元学长。炎魔。孤爪炎魔。龙的姐姐。公兄弟，公兄弟我蛮喜欢的，也很喜欢北公佑跟木兔，主要是木兔，木兔光太郎，木兔光太郎，是月岛樱，是月岛樱，月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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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西谷系，西谷系，西谷，西谷，哦，我喜欢日向，日向吧，日向翔阳，日向跟炎魔，还有影山，影山，影山，影山飞熊。影山飞熊，影山飞熊，卡给阿妈托比哦，连全名都念出来了，这个一定得要吧，铁粉铁粉，他跳发那个威力太猛，就是他其实没有很多主角光环，是他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，是不可或缺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很温柔，然后善解人意，嗯，然后我觉得他眼睛下面那一颗痣很这边，暖男代表，还蛮喜欢他们的大阪桥。那个工业诊所，他们双子在不管是快攻还是攻击的时候都很帅，然后匪就是给一种让人很稳重的感觉。喜欢不用理由啦，喜欢就喜欢，对。就觉得木兔他很正向，然后很有力量这样子。虽然有的时候就是会让队友很苦恼，但他总是会在关键时刻激励队友这样。因为他打球很嗨，私底下个性蛮呆的，对，蛮喜欢他的。看日向拿王牌的心得给他看的时候，那个场景特别帅。蓝总疯疯的学长，打球很嗨，个性很呆。木兔光太郎，因为他很帅。你虽然老婆出现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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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应该很多人在抢。就是觉得他举球很帅，在场上当球场上的王者很帅。因为他很笨，我终于听到了，大家都说什么影山酷酷的，才没有，影山笨死了。喜欢影山飞熊，因为他很笨，所以你也喜欢野比大雄。没有了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。因为他很憨厚嘛，就是很率直，对排球的那个热爱就很笨的感觉，那个反差萌的感觉。是因为你自己也是打举球吗？对，其实我是举队。一开始看到卡给阿玛那么精准的举球，我想说我一定要举出跟他一样大胆且精准的修正球，把他当偶像，就是对，好好举给学长打。打什么？打快人快攻那样？对，举给你，自己快也可以。应该是说他的精神吧，就是可以带动所有球员热血起来。运动就是一定要有热血的心，才可以激发潜能。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在打排球，我的身高其实也跟他差不多。身为比较矮的人，就是打起来就是会比较辛苦。整部戏里面他一直在慢慢的成长，就很有那个共鸣感。对对。那我喜欢日向是因为他其实主要是主角嘛，但是你可以从他漫画中一开始很烂，到后来好像有一个好像很厉害的绝招，那一直在破解，然后到最后可能漫画后期或是动画后期，你可以看到他慢慢一直在成长。然后他其实有很多很细腻的地方，例如说他可能会顾一下别人的心情啊，然后明知道自己可能很烂，但还是就是不耻下问去学习的节，让我觉得哦天哪，太喜欢了！而且我大概出生开始就是一个主角派，所以不管什么动画，我都是最喜欢主角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那时候他有主动去问牛肉说接球的时候在想什么，五色还有在旁边就是不屑一顾。然后后来我忘记哪个学长跟他说，你现在就哦白哦，看的时候细节出来了，就跟他说你现在还在顾这些面子问题，你就已经输了。就虽然没有被选上那个青年集训，但还是就是偷偷去看，然后去捡球学，那個、很感动，真的自己跑去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帅，然后非常的man，就是也不太在意别人的想法，然后很忠于自己，大家都很爱他。因为他就是球场的守护神，就很帅。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由球员。对对对对。那你会跟他一样，就是滚翻的时候喊那个 Rolling Thunder。队友是什么反应？队友全部都看着我，然后觉得，哎，智障。是我也会这样好吗？
他有说过，就算不是因为身高这个原因，他也会选择打自由这个位置。就等于他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领域，然后真的有自己找方法的努力，并且就是把它做得很厉害这样。我不会讲太多，这样都会流泪。反正就是溪谷赞哦。总结溪谷赞。然后一样是很帅，然后而且很理性，很可爱，然后就默默关注他们。就是尹山可能吊球，他就说干得好啊，国王这种。就我觉得有这种画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酷野的理性。就是努力拦网的样子很好看，很帅。因为他很帅，然后他其实不会凶人，他只是嘴贱，他只是酸人，他不会骂人，他只是酸人而已。對對對他拦完牛肉以后原本很嗨，就他跟日向说：“你不是也是篮中吗？你篮球看看啊，你不是也是 middle blocker 吗？”他就很高，然后冷冷的，然后就很帅，就总之就很帅。当你觉得一个人很帅的时候，不管他做什么，你都觉得他很帅。他只是在站在那里，你也会觉得他很帅。他那个手不伸起来也很帅。我喜欢强势的女人，他很 S 啊，我是 M 这样，就是想被他的鼓棒打。吉川跟岩泉打架的时候，岩泉跟他说六个人强才是真的强。我是吉川的那个尺，才华是可以栽培，然后球感是可以磨练的。第四季的公智公佑他们的快攻，就是像影山他们就把他挡下来，就觉得这个场景真的很热血，对，很感动。中胞胎那个发球的时候突然命令那个就是叫他的加油团闭嘴，很像他那个很霸道的感觉。我不要干扰我那样。哦，很有威严。对，赵和奇在跟乌野在打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无需这一桌子，就是他有拍那个布条，那个旗帜。对对对对，就是我蛮喜欢那一幕，算是看完那一幕，然后那一句话就是有深刻印在我的心中。对，尹山跟翔阳在国中第一次相遇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翔阳周围都没有打排球的朋友，就算是举球失误，但是他还是努力的去拼每一颗球，这个精神让我感觉非常向往，非常想要学习。对。他们在跟那个青叶晨曦比赛的时候，就觉得印象很深刻，就一边看动画，然后一边尖叫什么。我那时候也看到哭哎，看大家都不放弃，我就觉得好感动哦。百鸟折的时候，月岛把牛肉挡下来的那一幕，就是他拦住牛肉的球之后，是直接大叫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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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相信不止你大叫，我有在看，大概有95%人都会叫，一定都会叫出来。以前看就是很喜欢那个溪谷系的那个用脚接球那部分，还有跟他说背后就由我来守护那边，真的超帅，我直接就是到现在都还就是一直记得那个场面。画面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开始跟百鸟泽打的时候，身为自由人，很强的自由人的溪谷都接不到，然后就转过去，然后对大地他们说给我三球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重重击在你的心上，我真的跪下 ，Oh my God， 诺亚桑这个男人，那个男人，但他事实上他真的花三球就接到了。东京的预赛，然后好像是打英居吧，就是他忘记大学生要怎么打的，就是被研磨一直利用，然后利用到最后他就是马上一个变脸。大学生之前我怎么打来着的？对，那个。我认为是就是一些比赛中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一个转捩点，然后呢就是会有齿轮在画面上集结的感觉，让我有一种感动，大家好像都团结合作起来了。他们在打百鸟的最后一场的最后一颗球，日向把最后一颗球扣下去之后，就是监员最后冲过去抱他们那一刻，全场都安静的那一刻，真的很感动，很想哭，完成他们就想完成的梦想。那几位学长比全国赛之前的时候，晚上在阳台边看星星，然后边很感慨这三年来的努力终于成功了。不要哽咽，不要哽咽。哽咽哦，目前是大几了？我现在是大四，要毕业。哦，大四就更有这种感觉。对，我蛮感慨，也是大学四年也是还蛮认真的在练球这样。他们三管组的合作的那个片段，听完三管组是什么？他们的体育球馆是第三管。黑尾月岛木兔是我。你说合宿的时候，自己在练习的那个。哦，他们三个人打打闹闹的那边，就那一整段。我就是那时候爱上黑尾的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耶！乌野打那个道和棋的时候，北信介他们打完之后，然后他会说一句话，就是说看吧，我的队友很厉害吧，这样我就觉得很感动。北拿到那个队长队服的时候，然后哭的时候，他觉得哦，好令人心疼哦，可是又很感动，他这样从国中然后到高中慢慢走来。
那时候月岛打得很好，日向想要去跑去跟他击掌，但是月岛不肯，就是直接掠过他，然后就这样走。然后那个动画的声音还慢慢的变小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笑。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是他们一起去那个青年集训过后，日向自己跑去的，然后就一直觉得哦，这样我跟月岛是马吉，就没有月岛才不想跟他击掌。那个时候在跟道和奇打的时候，然后日向就有接到球的那一瞬间，就那一球。那一球那个瞬间又更加爱上排球的一瞬间，对，一定不是尹山换衣服的时候，不是，他记得很清楚，里面没有出现这个画面。哎，那个制作组尹山换衣服要做啊，可以，就是有一场比赛是研磨队找流川工业，然后就是研磨被他们对手弄得很累，就直接跑来跑去。体力快用完了，对，快用完了。然后研磨已经快不行，可是他还是就是又坚持起来，我就觉得好感动，好可爱。那时候田中不是被针对发球吗？但后来他努力克服，然后他就说，身为平凡人的我，哪有时间低头回望。然后那时候看的时候真的快要哭出来，但是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平凡人，因为他心理素质很强，但一般人心理素质应该没有他那么厉害。吴养教练就是说，排球是永远向上看的运动。然后这句话的话，我觉得不只是在排球里面，其实也是很鼓舞人心。那我自己有买了这件名场面的台T，今天没有穿出来，太可惜了。我要把那个名场面有一个那个击穿的名场面，台南室外开花结果那一个，就是柯哲焕帮我听到把印在上面。好用心哦，官方不出就自己做。对，官方要出名场面出来。雪豹自己做，对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排球少年的街访就到这边结束。我们今天访下来发现，不管男生女生，好像大家喜欢的角色都不太一样。对，那其实还有很多角色大家都没有提到，像我自己蛮希望有人提到赤尾啊、犬刚啊、百泽这些比较冷门一点角色。那在荧幕前面，你们一定还有很多遗憾角色或者一些名场景大家没有提到。黑尾本站出来。像黑尾铁狼这样，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任何人事物。今天的街访就到这边结束，喜欢按个喜欢，不喜欢按个喜欢，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影片结束啦！那现在还有好看的要提给大家，就是 No My 排球第二弹终于上线啦！有你的朋友团购还有优惠价哦，赶快去买！快去买！